我住过在中国。你生活在中国？你的意思呢？我听哈拉说格瓦里巴鲁斯，巴鲁斯基。等 ，slow 看一眼 ，slow book。嗯哼。меня зовут Жи. Жи? Жи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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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А, хорошо. Может... Давай, давай. 这是我搬的东西哈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志愿者中心是什么样子。外面还有一堆，我这样照照照不太好吧，我就从这地方看看，这是我们奥德萨区，被划分了几大块，一二三，对，这里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小萝莉在睡觉，啊，我看错了，我眼睛不好使。出去照一照吗？啊，这个地方就不拍了，这是药品，那个地方是药品啊，就不拍了。然后，上当。哎，你看，我从这地方看到中国元素，海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，我的天！你看，这是各种废旧的毯子啊，土豆豆，豆豆，然后还有我们的罐头，这能拍吗？洋葱啊，其他地方我就不拍了，感觉有点不太好。看我们的土豆豆，山一样的豆豆。这是今天我们要今天要用的那个物资。你看你看大老爷们儿全都在歇着呢，小姐姐们在装袋子。不是说我们偷懒哈，主要是因为我们，你看像我们做个饭都要丢勺子这种存在哈。确实不应该分发这种细致的活儿。再者说，我都搬了一屋子的被子了，我应该歇歇了。哦，这个哥们儿是我们老大中的老大，这哥们儿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他是我们老大中的老大。现在是按每个家庭来平均分配一些生活物资。你这面包圈圈啊，豆豆啊，还有茶茶呀，还有卫生纸纸呀，什么什么的，反正就这样弄。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女孩子还有小朋友做。哎，大老爷们儿全都歇着呢，因为他们细心啊，我们都是傻子。现在我们是在吃饭，嗯，几顿？我去，这个日本文化的入侵好强啊！我们在这儿吃饭，我今天的话是这玩意儿和这个炸鱼，还有香蕉，还有面包，就 OK 了，就吃这些了，减肥啊！本来想着不分配的，然后到最后我又加入了这个分配的行列。哎，真是救火队员一样。然后从这六开始，撒哈拉埃德，撒哈拉埃德，我说 yes， 不是 packet， 那大外，这是我们的老大中的老大，和他一起分配白糖 ，OK， 大外。